咱们今天说说不及物动词的事儿。来看这句话啊，你说是 deal a problem 还是 deal with a problem？ 同学们，处理问题。好，答案是 B。为啥呢？因为 deal 这个词儿叫应对，它是叫 vi，vi 就是不及物动词啊，不及物动词。你看，我更愿意直接跟山姆打交道，就是 I prefer to deal。必须加个 with， 因为它是不及物，需要借助介词的帮助才能及个物。就是我呢喜欢直接跟山姆打交道，感受一下啊，这叫 deal， 作为一个不及物动词，为什么后面跟那个介词？再看敲门到底是 knock the door 还是 knock at the door？ 好，还是 B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动词后面跟个介词？就因为它作为敲门的意思是它是个不及物动词。它是个不及物动词，所以说 Who's knocking at the door? Who's knocking? 你看谁在敲呢？谁在敲门呢？你敲是不是？我不需要借助门，我也可以敲，但是你要是敲门的话，你就要借助介词，有针对性的敲个点。好，这就是给同学们提出的，不及物动词是一类只需要主语跟这个动词俩人碰一块之后就可以完整表示一个动作，或者是表示进入一种状态。至此咱们就了解到，你说他们在会上会谈及到我，你是选 A 还是选 B 呢？同学们留言去告诉我。